们都是睡高墙了，这山上。上啥呢？啥话？那个，没啥菜呀、啊，放流光。然后没吃饭呢。谁呀、啊？这是变了个人儿，你啥玩意儿？买粉面的，做锅包肉吃。会过吗？会。他也问那个腰包吗？这个这俩是啊。嗯，挺好啊。你要不要？不急，给你带吧。我往哪带啊？我这肚子上不可带了，省得你成天。哎妈，这腰。有腰吗？这腰，什么都带它短呢，放松吧。行啊。行啊，我带这个，你带那个。那都是有包的人呢，我告诉你。这身份证的人了。一会儿咱得腌糖蒜呢。嗯。他在哪儿腌蒜？他在上家粉门在西面。来。我爸回去整蒜去了。你不是家有？你爸回去整蒜。我爸咋的？那啥呢？那袋呢？我拎那袋回去。那袋呢？咱俩对不是啊。啊，北门的，北门桌子那什么那个看。你。平台上的。你爸去种萝卜去了。种萝卜去了。高点还是行了呗。行。嗯，差能呗。这袋能有能不能有四五斤儿？四五斤儿。啊。打给你爷爷。三斤吧。让你给吃一斤，我告诉你，三斤顶多二三斤。慢点倒，慢点倒，这玩意儿灰呀。这玩意儿灰，这玩意儿冒烟。冒烟。你那啥搁啥扒拉呢？去哪扒拉？那个铲子，铲子，那铲子就行。啊，那吧，那吧，那沙发上，沙发。哎，这眼神啊，这够呛。扒拉一下，这怎么跟红土似的呢？这玩意儿，红土。哎呀，闻着挺香啊，跟砖头面子似的。啊，这不是闻着按气闻，它挺香。反正我就香，它这么有氧的东西，它不香吗？我就吃一天舔的呀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包包子粉啊，回来晾，这玩意儿必须得晾干，暴晒才好呢。这玩意儿。对呀，外边没有风，搁外边搁太阳晒。那不行。外面咋的，它都得有点儿掉。一有风，它就吹跑了，对对对对。今天倒的多。对啊。今天早上倒了两个大半盆。还有草呢。这玩意还那么大吗？啊？长了是还那么大。就往出长。啊？往出长。往出长。嗯。这赶出粉，赶到边往出长边儿。嗯。长肉。你都给人。这都压实上了，就立起来搁上。对，不能压实上。咋的？不会呀，你试探一下子。这技术活，去那技术活，别整外边儿，这块不行啊。你看这炒的点儿，这压实不行。这个没到外边吗？没有。西瓜有，还有西瓜，我冰箱里还有半拉呢。还有，今天刚买一个又。来了。你好。啊？来了。来了。这晒干了的那什么了哈，发飘了点儿。嗯。这还潮了点儿，有点湿。能不能行？搁塑料袋里头。干了。能不能干了？能不能干了？能干了能干了。不管着也得啥呀？得晾着它呀，干了也得晾着。你就搁那啥嘛，搁这里头不行。行。搁夹缝里还用系吗？不用系，这个飞了。不能飞，它没风。没风啊。现在阳光晒的，让它往出蒸汽。嗯。蒸那种湿气往出拍。对，你说弄开了就行，开就行，不用记了，要被反水气的。啊，这窗没开呀？没，人家直没开，他亮起来我们就开。啊，他管黑啊。嗯。你一说细雨都告诉他，不能开这边的窗吗？哈哈。值日子过哈，值得这玩意能卖钱呢。哈哈哈哈哈。这给他大钱呢。完事儿，这要整个几百。